少人为了全红婵观看了全运会开幕式。今天的全红婵很漂亮，现场观众跟全红婵打招呼，妹妹很友善又礼貌，你好棒呀，微笑点头回应顶流少年很礼貌。开幕式前很多人找妹妹合影，广东队一出场欢呼雀跃，很多人为了全红婵观看全运会开幕式。广东队出场真是与众不同，别的地方运动员身穿运动装出场，唯独广东队高大上西装革履，看到运动员不一样的精神面貌。尤其全红婵妹妹今天太漂亮了，身穿红色小西装搭配白色坠花裙，小小的个子走在队伍最前方，简直像个小大人。第一次看见全红婵穿裙子，是不是很漂亮有气质呢？平时镜头全红婵妹妹都是比赛服，今天的妹妹另一番打扮很惊艳，爱了爱了，央视也很给力，给了妹妹很多特写镜头，愿喜欢全红婵妹妹的人。